上亿超跑重机差点付之一炬，新北泰山职工厂大火险波及。看这火势烧得超猛烈，消防员不断涉水灌救。从空拍画面来看，整间工厂的火光在黑暗中相当清楚。今天凌晨一点多，新北泰山这间工厂发生火警。由于工厂内都是易燃物，导致火势迅速燃烧。但业者更怕的是延烧到隔壁别人的重机仓库，里头除了各式各样的大型重机和上百个全新的轮胎外，还停了好几台法拉利、保时捷等名贵超跑。为防止延烧，警消还出动云梯车从空中洒水控制火势。消防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，火势相当的猛烈，加派水车以外部署了10条水线，所幸火势控制，人员都已经逃出，没有人员受伤注意。同时，总燃烧面积大约300平方公尺，旁边只有烟熏，没有造成任何的财产的问题。职工厂火势在2小时内扑灭，旁边重机仓库的老板本来应该吓得屁屁喘，现在也放心了。起火原因将待火调人员厘清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